联名宣布2018年联合家庭特会正式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走动。你的心建对你的思想 Your heart determines your mind 就是我们的心摆对了 In other words that we have placed our heart in the right position 我们的心向神存诚实 And our hearts is full of integrity towards God 我们的心跟上帝对齐 And our hearts align with God 我们喜爱耶和华的 Because we delight in the law of the Lord 这样我们才可以先实行的对齐 And with that we have this alignment耶和华每一天我把这喜乐的诗歌你是我的万千的经过你是我的女性我要唱哈利路亚So I recall when you accepted Christ, I've persecuted you for 3.5 years. 在此呢，我跟你道歉。那我来做 apologize to you. 第一，老婆绝对没有错。第二，如果发现老婆有错，一定是我看错。第三，如果我没看错，一定是我的错才导致老婆犯错。第四，只要老婆不认错，她就没有错。第五，老婆不认错，我还坚持是她的错，那就是我的错。第六，总之，老婆绝对没有错。这句话绝对没有错，我这个做先生的，一天要念6遍。主说这是我为你舍的身体，因此来个吃纪念耶稣为你死，并且以信心与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说这是我为你的新约之血，因此来这个喝，纪念耶稣为你死。So wisdom and wisdom will elevate him. 他怀抱智慧，智慧就是他得救。祝你拯救我，在大水混乱之中。听到牧师的正道，我觉得牧师的这个信息里面根据圣经的话语，然后把它归纳成容易理解也容易记住的一个神的话语的原则，让我受益不浅。蒙福的人生就是从神的信心精神开始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多少的财富，很丰盛的一个讲道，我们必须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就是我们的心要跟神对齐，让神来做，而不是跑在神的前面。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3年以来，我觉得
学到不止东西，而且我也发现每一年来的都有从不同的地方来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反应也觉得他们的受益真的是不错，所以我们也希望以后这种家庭聚会每一年都可以举行。好，谢谢你们。